十一月初一是上人节，嘉义市商业会承办第78届台湾商业界庆祝上人节大会，伫咧奈斯王子大饭店落座登场。这是咱十一档全国上人节大会重新登来到嘉义市举办，来自国内各县市将近1000位的商业界精英，拢来参加这个为期2天一暝的活动，现场的场面隆重又个盛大。经过十一档，整个上人节大会重新登来到嘉义市举办。在会前，特别由台湾省商业会理事长蔡国洲、嘉义市商业会理事长萧秋勇和嘉义市长敏辉、市长陈祖文共同出席活动前记者会。嘉义市政府更邀请到嘉士豪店的业者伫咧现场，展示着各种的特色伴手礼。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业界精英品尝，呈现着地主之意。我要特别感谢省商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蔡国洲蔡理事长他的用心努力，然后也团结，也并能够与时俱进，带着大家不断的创新，让大家快点台湾的经济基金。那当然这一次呢，最辛苦的还是嘉义市商业会萧秋勇萧理事长带领的市商会的理监事，大家整个团队用心规划，包括呢为了迎宾，让我们各个基层大家都看得到，到处都有看到每个代表嘉义市的热情。纵使遇到了3年多的疫情，但是我们能够在这疫情当中更能够稳健的团结的脱颖而出，所以年年还能够创历史新高的盈利事业销售额。所以嘉义市虽小，但是因为大家人真用心、真团结，迎来用最大的热情迎宾，迎来了好朋友。所以今天可以说是嘉义市，我想，康瑞台风刚过，这一些挑战。COVID 那是就咱伫商业会内底伫业界当中，因所平常时所遇到的困难，但是大家人面对真侪风风雨雨啊，有乘风破浪的那种精神，然后不断的渡过难关，这是令人佩服。所以这一个好像也是老天爷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所以我们要向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业会的商业界的好朋友们要向您致敬，也让大家一起用凝聚更多的共识，让台湾经济发展再创奇迹。今年全国上人节大会的宴会是开78桌，包括立法院议长韩国瑜、台湾省商业会理事长张荣碧、前立法院议长王金平拢到场参加。这嘛是开会11年全国上人节大会重新登来到嘉义市举办，来自国内各县市将近1000位的商业界精英聚集，为期2天一暝活动，将会当为嘉义市带来可观的观光效益。最新新闻，张丁顺、王秀山、嘉义市彩虹报道。一个嘉义市民，大家讲来这运动，赞赞。